电源开关，这个刀钻，然后这磨刀石钻，骨头在哪儿？给骨头。骨头上是对。那多少伏？能电容。那多少伏骨头啊？嗯。骨头上面有一道白蜡吗？这个刺刀不能刺的太多，要一点点进去就可以了。嗯。啊，声音快，很轻了，都没什么声音的时候。然后再进一点点进去就可以了。